Amen. 阿门，可以看得清吗？嗯，可以，可以，哎，哎。阿门，感谢主。对，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是来到一个感恩节特会的第四篇信息，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个信息的篇题宣读一下，好不好？阿门，Amen。认认识识保罗，包容万有的基基督，督，并并以是神的增长而长大。长大。阿门，对，这篇信息主要是根据哥罗西书，对，这个信息的篇题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篇信息主要说到有两个点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对；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要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对。这个就分别对应纲要里面的两个大点，对。这边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感恩节特会的主题啊，是说到我们要享受基督在生命里面长大以致成熟，对。感谢主，弟兄把我们一再的带回到这个中心线上，就是我们要享受基督。对，这个享受基督这个词啊，在我们中间其实说的很多，但是实在说，主啊，我们在生活里面真是缺少对基督的享受。对，所以这篇信息啊，弟兄真的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更多、更深的来享受基督。对，而且我们享受的这个基督啊，还不是一般的，乃是哥罗西书里面所启示的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对，这个在对基督的启示啊，在圣经里面最高的就是在哥罗西书。对，因为在哥罗西的教会里面，那里有很多的取代基督的东西，那里有很多的文化，有这些哲学，有这些禁欲的主义，还有人教导要敬拜天使，还有一些人是寻求智慧派，对，所以有很多的这些文化，把这些哥罗西的信徒啊，从对基督的享受里面给岔开了，对，所以保罗啊，一面来说这个文化是这个人类社会里面非常好的一个产物，对，但是这些文化却可能会取代基督，对，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就把这样一位基督啊，他是何等包罗万有，是何等这个延展无限的这个基督啊，成名给这些哥罗西人，告诉他们这个基督啊要远远超过这些文化，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今天啊更是要经历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对，所以这个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啊，这个是。还是我们这个人的一面，但是感谢主，我们也还有这个团体的一面，就是我们要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对，这个神在他的神格里面是不会这个增长，也不需要增长的。但是呢，这个神在我们里面，他需要增长。对，这个就是基督身体的长大。对，基督身体的长大，实际上就是这位神他在我们里面的增长，在我们里面的加添，也在我们里面的增多。对，这个就是身体的长大。这个也是身体的建造，Amen，Amen，感谢主。那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一同来进入这个纲要，我们一同来宣读这个纲要的第一大点，Amen。我们能我们以是认并识是并经历哥哥罗罗西西书书中中包罗所万启示有哥罗万有的基督是是祝祝福。福，Amen。对，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认识并且经历哥罗西书里面所启示的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实在是一个祝福。这个祝福还不是外面的祝福，好像神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房子，给了我们一个车子，不是那样的祝福。这个实在是属灵的祝福，而且这里面特别提到有两个点，就是我们一面我们要认识，对，另外一面我们还要经历。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要拔高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因为我们的认识就决定了我们能够经历有多少。对，而且呢，弟兄给我们看见，我们所认识和经历的基督啊，不是一般的，不是基督只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而已，而是我们要看见，我们要认识并且经历哥罗西书里面所启示的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对，弟兄在这个信息里面至少提到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这样的一位基督啊，包罗万有的基督有九个非常有九个非常丰富的点。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哥罗西书的1章12节。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啊，他是分给众圣徒的份。基督是那块美地，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进到美地之后，每一个家都能够分得那一份美地一样。所以今天基督啊，他也是有美地所预表的那个包罗万有的一位。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份基督，他是我们圣徒的份。对，这然后呢是在1章15节里面，保罗也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啊，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一面来说，神是不能看见的，住在人所不能见的光中。但是呢，这位基督他却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给表明出来了，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然后1章15节也说他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对，基督是在受造之物的时候，他是在神的创造里面居首位的那一位。然后1章18节说他也是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在这个神的新造里面，基督也是居首位的那一位。啊，太宝贝了。然后紧接着你再去读1章19节，说到他是神的丰满居住在其中的那一位。还不是神的丰富，而是这个丰富的彰显，神的丰满居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这位基督里面，Amen。然后你再读这个哥罗西书的1章26节，说到这位基督啊，他也是神经纶的奥秘，对。然后2章2节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他也是神的奥秘，对。他说使你们充分的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Amen。所以弟兄姊妹，你渴望更多的认识神吗？你要看见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对，我们越认识基督，我们就越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对。然后在2章16节到17节也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啊，他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哦，这个真的是太丰富了。基督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他是我们真正的光，他也是我们真正的食物，他也是我们真正的饮料，他也是我们真正的安息日。对，他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对，然后到第3章里面也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他还是新人的构成成分。对，是新人的构成成分。这个教会作为一个新人呢，在这里面没有希利尼人，也没有犹太人，哎，没有化外人，也没有西古提人，没有为奴的，也没有自主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对，所以在这个新人里面，没有这个种族，没有这个国家，没有这个社会地位的区别。基督是这个新人的构成成分。对，所以这里面。非常的丰富，我们若真的是能够认识并且经历这些丰富啊，实在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祝福。Amen。那我们一同来进入这个信息的第一终点，我们请弟兄来一起读第一终点。Amen。基基督督是是教教会会神身体的头，头，使使他他可可以以在在万万有有中中居居首首位。位。Amen。对。然后第一小点说，在旧造和新造中，基督都是第一的，并且居首位。对，我们刚才已经看见这个1章15节给我们看见，基督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然后18节也说他是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所以不论是在旧造和新造中，基督都是第一，都是居首位的。而且呢，不管是在宇宙中，还是在这个神的教会中，基督都是居首位的那一位，所以你把这两个摆在一块儿，他在旧造，他在新造，他在宇宙还是在教会中，神都是居首位的。所以你可以说，神是让基督啊在万有中都是居首位的那一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看，我们一面我们要认识这个，我们真的要看见基督他是在万有中居首位的那一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更是要经历这个。对，一面神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这是一个看见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让基督有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居首位？在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安排上面，我们有没有让基督居首位？我们是都把我们的工作啊，把我们的孩子都照顾好了，我们的茶余饭后，额外的时间，我们才拿来这个享受主，拿来来参加教会的聚会，还是说主啊，我在我的时间安排上面让你居首位？对，最近马上很多的这些高三的学生，他们要开始选大学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些事上让主居首位。我们买房子，我们买车子，这些大的事情，这些大的决定，有没有？我们有没有问主？我们有没有尊荣主？我们让主在这些事情上面居首位。对，这个就是我们不仅认识基督是居首位，而且我们也经历基督他实在是在万有中居首位的那一位。Amen。对，我们请姊妹再来读这个第二终点。Amen。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成荣了耀荣的耀的盼盼望的望盼望。，Amen。对，感谢主，这样的一位居首位的基督啊，今天是在我们里面，Amen。基督在我们里面，而且呢是荣耀的盼望，Amen。荣耀的盼望，对。第一小点说，这位住在我们灵里，做我们生命和人位的基督啊，乃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这样一位基督啊，就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人位。这个基督他在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对，所以，然后第二点说啊，当他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在他里面得着荣耀。
对，所以第一点是说到已过所发生的，第二点是说到我们将来所要进入的。对，这两点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们都知道这两点，但是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啊，都忽略了就是我们现今啊，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应该也是天天啊，从荣耀到荣耀，我们今天也应该是天天都活在这个得荣耀的过程里面。就是第三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就是我们如何经历啊，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就是内住的基督啊，要浸透我们的全人，甚至到一个地步，能够叫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对，所以基督不仅是要在我们的灵里面，他还要从我们的灵里面扩展到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里面。对，在圣经里面，每次提到荣耀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思想，就是荣耀就是神的显出。什么时候神被彰显出来？什么时候神得着显出了，哪里就有荣耀。对，所以基督要从我们的全人浸透，基督要从我们的全人显出来，从我们的心思，从我们的想法，从我们的喜好，从我们的这些决定里面，要能够彰显出来。这个就是真正的得荣耀，也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今天是从荣耀到荣耀。当然，到一个地步啊，当主回来的时候，甚至我们卑贱的身体也要改变形状，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形状，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一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是在这条这个从荣耀到荣耀变化的这个过程里面，Amen。然后第三点说到，在哥罗西书里面有许多重要的词句指向我们对基督的经历，Amen。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前面有包括这个九个点呢，弟兄给我们看见。九个非常非常非常宝贝的这个词句，对，我们，你仔细去揣摩啊，这里面非常的，真是非常的非常的丰富。对，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九个点，前面这九个点啊，Amen。第一，基基督在督你在的你里们里面，Amen。基督在你们第一里个面在基督，Amen。在在基基督督里里成熟在他里，Amen。在在他他里里面面行行事事为为人。人，第四，照着基督一一同同与基督同过来过来，Amen。与与基基督督同同死，Amen。死，与必定来首首，与与他他，Amen。的增长增长而长长大大，，Amen。他说啊，这些九个词啊，这些发表啊，给我们一幅正确经历基督的完整图画，Amen。这九个发表给我们，哎，抱歉。这九个发表给我们一幅正确经历基督的完整图画。对，实际上你仔细去揣摩啊，这九个点呢，它大概可以说两个都是一组。对，第一点说到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经历基督的开始，就是基督啊，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人位。基督在我们里面。对，然后第二点呢，与之相对的说，我们不，基督今天不仅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Amen，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生根，并且正被建造。我们在基督里面，保罗说啊，甚至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熟的被献上。Amen。所以不仅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对，然后不仅是我们里面生命要成熟，第三点和第四点还说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Amen。弟兄姊妹，我们要，你要看见啊，我们已经今天啊，已经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被带到这个美地里面。以色列人一带进美地里面啊。他们的吃啊、喝啊、他们的生活啊，都是在那份美地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对，弟兄姊妹，你弟兄，我们弟兄去工作，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要在他里面。姊妹们，你们是在家，不管是照顾孩子也好，或者是这个在家里面料理家务也好，要在他里面。对，然后第四点说到，我们生活啊也是要照着基督。哦，我觉得这个词真是太宝贝了，照着基督。如果我们的生活都能够照着基督。这个我们的生活一定是这个在他里面的生活，对，与之相对的，保罗就说到这些哥罗西人呢、啊，他说我恐怕你们有人呢、啊、用他的这个哲学，照着人的这个传统，这个甚至世上的蒙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了，对，所以与之相对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照着基督，对，所以今天还不是说到我们这个丈夫啊要爱妻子，这个我们的妻子要服从丈夫这个怎么做的问题。对，这个丈夫爱我们可能爱我们的妻子，但是我们的爱到底是照着我们的文化，是照着我们，甚至是照着这个圣经的教导呢，还是照着基督？对，最宝贝的就是我们今天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照着基督，Amen。
然后第五点和第六点呢，是说到这个一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呢，我们也与基督同死。对，这个主耶稣啊，他是先定死，然后复活。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是先呢，认识他复活的大能，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有份于他受苦的交通，能够磨成他的死。对，所以，我们一面，当我们回到我们的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经历，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活到我们可能我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见证啊，我们一转向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就能够在基督的复活的范围里面有这个复活的生命，然后呢，我们能够与基督同死，我们就能够把我们自己啊很多的想法，我们自己里面很多的这些感觉啊都能够放下来，所以这个就是经历与基督同死，甚至我们很多的这些我们的观念呢都能够与基督一同了结，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与基督同死。对，然后最后这三个点呢是一组。就说到我们不仅个人的这一面，我们也在团体的里面，我们要持定元首。对，我们要持定元首。这个持定元首的意思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基督的身体啊，我们要高举基督，我们要这个持守基督。对，与之相对的，这个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所相对的，保罗所指出的就是，当时啊，哥罗西人呢、那里面有人要教导，要敬拜天使，觉得这个人呢、太卑微了，人是有罪的，是不配的，所以呢他需大部要。分都参加哦，所以是需要这个，天使啊，作为这个居间者，作为一个居间人，所以教导人是通过敬拜天使，让天使来代表我们啊，来敬拜神。但保罗说不是这样的，我们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直接的来敬拜神，都可以直接的来接触神，来享受神，我们都可以直接的来持定元首。这个英文这个持定元首就是 holding the head，就是把这个基督啊。hold 住，就是你把这个基督抓住，你要抓住这位基督，你要持定这一位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来享受这位基督。当我们持定元首的时候啊，第八个小点说到本于他，英文就是 out from him，就是从他里面，就本于他，本于这位元首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丰富的供应。最后这个供应的结果啊，第九小点就说到，我们就能够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对，我们就能够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对，所以这九个点。从我们一信主，基督在我们里面开始，说到我们与基督同过这样一个生活，我们照着基督而生活，说到我们经历基督的死，经历基督的复活，也说到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督里面啊，我们同着弟兄姊妹持定元首，本于他能够身体啊能够借着神的增长而长大，能够使身体得着建造，所以这真的实在是给我们看见一幅正确经历基督的一个完整的图画。Amen，感谢主，这太宝贝了。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你好不好？你不要看这几个点呢，我们来仔细的把这九个点过一过。对，第一个点是说到什么？说到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对，里然后第面，二点说到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以成熟。基对，础，第三点说到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对，第四点说到我们要照着基督，道长们基督，照着基督生活要照着基督。然后第五点说到我们要先经历与基督一同活过来。Amen。然后第六点说到，我们也与基督同死，对。然后最后三个点是说到身体的建造，我们要持定元首，Amen。我们要本于他，对。然后我们要以神的增长而以长神大的而长，Amen。这是一幅正确经历基督的完整图画，Amen。感谢主，实在是太宝贝了，Amen。那11点说到，这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对，一切知识和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它里面，对，这个实际上是保罗对哥罗西人的一个总结啊，意思就是你们这个属这个你们的文化也好，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也好，还是这个属世的蒙学，这个禁欲主义啊，教导天使啊，智慧派啊，这些都不过是这个属世的智慧。保罗给我们看见呢，一切真正智慧和知识的宝藏啊，都是在这位基督里面。Amen。对，他是小点就说到一切真知识。一切真智慧、真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基督里面。这是关于基督与教会之神圣经纶的属灵智慧和知识。对，Amen。和智慧是与我们的灵有关，对，知识是与我们的心思有关。对，这些文化也好，他们不过是在人的心思里面，不过顶多只是算是知识。但是真正的智慧是与我们的灵有关。对，一切知识、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基督里面，Amen。对，然后我们再来一起读这个十二小点，好不好？Amen。
神格一在切这的个丰满都有有形形有有体体的的居居住住在在基基督督里里面，面，你你们们在在他他的里里面面也得得了了丰丰满。满。Amen，感谢主，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位神呐、啊，他是丰富的，但是呢，在基督里面不仅是有基督的丰富，不仅是有神的丰富，而且有神的丰满。这个丰满呢，就是一个丰富的彰显，就像是美国，它是一个很丰富的国家，但是呢，这个你要想真正认识、看到这个国家的丰富啊，你要去看看这个美国人。对，他们借着享受这个国家的丰富啊，他们吃这个国家的丰富啊，他们就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丰满，他们就身体非常的强壮，对，他们就非常的是成为这个丰富的彰显，就是那个丰满，对，所以今天啊，感谢主，一切的丰满，神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说到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满，对，所以今天啊，弟兄姊妹，你要想经历神的丰富，你要想成为神的丰满呢。你不需要别的源头，我们今天就是在他里My 面，dear，在基我们督里有这面，么多东我们西，就能好够羡慕得我了呀！丰哎满。呦，对，因为一切神的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这位基督里面。Amen。对啊，第四终点，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Amen。所以你所们以你们若若与与基督基一同督复复活，活，就就当寻水求上在面上上面面的的事，事，那那里里有有基基督督坐坐在在神的右右边。边。Amen。所以第四大点呢，第四终点呢，主要是根据哥罗西书3章1节到4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四节圣经。Amen。3章1节，所以所你以你们们若与若基督一与同基复督一活，同就复当活，寻就求当在上寻面求的在上上面面的的事，事，那那里里有有基基督督在在右右边的边，右边。你对，们你们要要思思念念在在上上面面的的事，事，不不要要思思念念在在地地上上上上的面事，的事，因因为你为们你们已经失失了了的你生们命，的生生命命都已藏在在基神督的里爱里面，面。在神里面。你基们督基督就是是我我们们的的生生命，命，他他显显现显现的时候，你的们时候，要要与与他他同同显行，现现在在荣荣耀耀里。里。Amen。对，所以这四节圣经啊，弟兄给我们看见了，我们与基督啊是有四个同样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与基督有同样的地位，因为3章1节说我们与基督啊一同复活。以弗所书甚至说我们与今天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面。对，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与基督有同样的地位。对，但今天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这个。对，与基督同样的地位，这个是圣经的事实，这个是认识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经历这个，我们经历这个关键就是常常回到我们的灵里面。我们一回到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实际上就把地呀连于天。我们就虽然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却能够连于这位坐在天上复活得荣的基督。对，所以我们要看见，并且要认识，并且经历，我们与基督有同样的地位。然后还说到，我们与基督有同样的生命。对，3章4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Amen，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不活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因为我们与基督啊有同一个生命。对，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我们也必要像他。对，所以这个就不仅是认识，我们也要经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对，然后我们与基督啊还有同一个生活。对，3章3节说，我们的生命啊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对，今天基督啊是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与基督啊一同藏在神里面。其实我们的生活啊应该是藏就呃应该是呃在诸天之上的神呐、啊，应该是我们生活的范围，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对，弟兄姊妹，我们弟兄说啊，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不是活在这个老板的面前。我们应该是要看见，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是藏在神里面。当我们跟这个配偶有一些这个争执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是活在我们的配偶面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活在神面前，要学会藏在神里面。对，然后最后还说到这个，我们与基督啊有同一个定命，有同一个荣耀。这个定命就是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我们要与他一同啊得着荣耀。对，所以感谢主。这实在是，这些都是非真真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给我们的看见。但是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在生活里面，支取这些丰富，要生活里面经历这些丰富。当我们真的是认识并且经历包罗万有基督的这些方面的时候，这些方面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顶替我们，就叫我们不活我们的天然，不活我们的文化，叫我们能够活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Amen。
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交给程弟兄。Amen，感谢主。Amen。感谢主啊，谢谢弟兄这个透亮的交通。我先卸一下我的 screen。我们在进到这个第二大点之前呢，我愿意先来强调一下我们在前面所交通的这个第一个大点，就是要认识并经历哥罗西中所启示包罗万有的基督。包罗 Amen。万有的基督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口号啊，我们不用把它拿来当做这个知识道理，而是我们对包罗万有的基督要有正确的认识。并且要有正确的经历。我们通常 Amen。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生活上的问题，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的意见拿出来，自己的主张拿出来，没有去依靠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所以我们就常常犯这样的错误。包罗万有基督实在是丰富的，它是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所以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彰显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能看我们看基督徒。不是看我们这个讲话有多好，或者是行为怎么样，而是他能不能看见包罗万有的基督才是重要Amen。的啊。那这个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第一个就是认识问题需要正确的认识基督，在哥罗西书1章10节说，这行事为人配得过主，以致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功上结果子，借着。认识神而长大所以认识神是第一个要务，我们需要借着认识神而长大。那这个认识神是怎么认识法呢？当然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必须先知道他的名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就必须要认识基督的名。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为人生活的名字叫做耶稣，那他在升天以后就职的名字叫做基督。但他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他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我是 I am 他这个我是本来是耶和华的名字我是那我是者 I am who I am 但是在约翰福音8章24节，主耶稣就亲自启示了，他就是那个我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所以我是就是他的名字，这我是这个名字有很大的能力的啊。在约翰福音18章6节那里，当这个大祭司就派他的差役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找谁？”那差役就回答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就回答说：“我是 I am。”他们就后退倒在地上。所以主的名这个我是实际上非常宝贵的，我们要认识主的。主就是那我是，主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就是说，他是你要什么，他就是什么，你要平安，他就是平安，你要喜乐，他就是喜乐，你要恩慈，他就是恩慈，你要温柔，他就是温柔，所以他是所有正面事物的一切的实际。那尼弟兄曾经问李弟兄一个问中之问啊。他说：“忍耐是什么？”最后答案就是忍耐就是基督吧。所以李弟兄就把这个包罗万有这个基督这个启示啊，就传承给李弟兄。那李弟兄就发展成这个名词包罗万有的基督。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意象李弟兄传承给我们就是这个最宝贵的意象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主耶稣是阿法也是欧米伽。也是阿尔法跟欧米伽中间一切字母的实际，所以万有之中所有实际一切的实际都在主耶稣身上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主的名是宝贵的，他就是那我是。当然，我们还要对这个基督有这个正确的经历认识还是不太够，还是要经历。那什么是经历呢？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什么叫经历。亚伯拉罕是这个信心之父，他这个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
完全的接受神的带领，对神的这个应许完全没有疑惑。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信心？还是他因为经历了这个，基督是元首，你知道，在这个，伯罗马书4章17节那里说到，亚伯拉罕在他所信的那叫死人复活，又称无为有的神面前，是我们众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亚伯拉罕经历两件事情，一个是死人复活，一个叫做称无为有。称无为有是哪里呢？我们如果对照这个今天哥罗西书的经节，我们看见称无为有就是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万有是在他里面被造的，是为他造的，并且他在万有之先，万有在他里面得以维系。所以当初宇宙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借着基督，所有万有都产生了，它就是一个称无为有。由无变有啊，这个一个能力在它里面，所以亚伯拉罕就经历了称无为有。亚伯拉罕第二个经历就是从死复活啊，那个他献以撒的时候，这个耶和华就为他预备了那个公羊啊，能够献祭，所以他就经历了从死人复活。那从死人复活对照哥罗西书，他是召会圣，在这个我记得1章18节，他是召会圣洁的头，他是原始，他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所以从死人中复活就是新造的首生者。亚伯拉罕也这样经历了，所以我们看见，信心不是凭空来的，信心是由于经历才会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经历。这个基督他是经历他做元首，他是旧造的元首，也是新造的元首，是万物的元首，是召会的头。我们都需要经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信心，有坚固的信心，能够继续走这个属灵的道路。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第二大点，在哥罗西书这个一章这个。又是一章，是2章19节。2章19节，我们先念一下啊。持持定定元神首，与他全身借着剑的核心得了丰足的富的供应，应，并跟结着合增引长的起鱼，就以神的增增长的长长长大。大。所以这边我们刚才已经交通过了，叫持定元首啊，持定元首就是承认他是元首的地位啊，元首负责这个身体的一切供应，所以我们持定元首的话就会接受他的供应啊，接受他供应就是本于他啊，就是刚才说过了，out from him 啊，就是从他来的，所以应该翻译成出于他是比较好的，但是中文的翻译就是翻译成本于他啊，那么本于他呢？我们就全身就是主的身体，就能够借着结合经得到丰富的供应，而且呢还能够什么呀？结合一起不 Amen。但是得供应并且还能够把我们合在一起就是有一的这个元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以这个神的增长而长大这个是哥罗西书2章19节。那我们看看第一个点我们请弟兄念一下。长大就是长大就基督用基加督到我加们到里我面。们里面。长大什么？长大就是基督加到里面。这个基督加到我们里面，就是神加到我们里面。所以这 Amen。边讲到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唯有神叫他生长。唯有神的生命能够叫他生长。所以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也算不了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是为这些哥罗西的信徒在加拉太里面，说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所以，保罗是有劳苦啦，但是这个劳苦呢，需要神的生命在信徒里面增长才能够得出结果。所以长大就是基督加到我们里面。Amen。看看第二个点
请姊妹念一下。基督身体的长 基督身体的长大在于出自元首基督的东西。姊妹，出自元首基督的东西是什么呢？出自元首基督的东西就是神的自己。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这边讲到，唯在爱里自我真实，就在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啊，长到他啊，不是长到他，并不是说长到基督里面，而是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需要接受元首基督的供应，才能够长到他里面。这刚才我们念过了，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副供应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供应，并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并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表达啊。这个我们知道建造是跟这个建筑有关系啊，长大是跟这个庄稼有关系，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是神的耕地，是神的建筑啊，所以耕地跟建筑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需要长大啊。庄稼在土里面啊，但吸收土地的养分，就是它自己就会长大啊。那么Amen。 建筑是什么呢？建筑也要长啊，所以以弗所书2章21节说，在他里面全房连接在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这也是生机的长，所以建造跟这个长大是合在一起的，长大就是建造，建造就是长大，这个在保罗启示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把这个长大跟建造合在一起了。我们看看第一个小点，当身体借着持定元首叫做供应，身体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我们得着供应就一定会长大。所以身体的话，借着神的供应就能够长大。第二个小点，身体是从元首长出来的因为一切的供应都来自于元首。所以，这个身体跟元首关系是不能够分开来的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基督徒，而不去召会聚会的话没有召会生活的话，事实上你是不能够长的。只有在身体里面，我们接着从元首基督来供应，我们才能够长。这个，有人说他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读经，自己在家里面这个唱诗祷告，这个是可以做，但是对于长大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注意，所以我们需要在身体里面连于身体，我们才能够得着从元首基督来的一切供应。好，那第三个点，我们请弟兄念一下。Amen。基督基督身身体体的的长长大大，在在于于我我们们里里面，面，神神的的增增长、长，神加的加添，添、神神的的增多。增多。好，第一个小点，神使我们生长，乃是以主观的方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这不是客观的方式啊，是主观的方式，就是说你对他要有真实的经历，主观方式就是经历了你能够越多的经历他，越多的享受他。你就能够越多的得着他自己，他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不但是他的生命是他自己赐给我们神 Amen。越加到我们里面，就越使我们生长，这个是神叫人生长的路。Amen。这个神加到我们里面，当然是我们生长，但是这边讲到说越的问题啊。我们越加到我们里面，就越使我们生长。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生长是怎么样？它不是线性方式的，不是说今天长了1/10，明天长了1/10，后天就1/10。它不是这种线性的，它是一种指数型的。你这个里面的基督越多，它的生长就越快。它是一个 curve，叫指数型上去的。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啊？每天来接触主，每天来这个读经祷告啊，就使我们能够以指数型的方式生长。我们知道植物这个刚开始发芽的时候是小小一点点，但是它是会越长越快，越长越大啊。这个是一种生命的律啊。你在什么地方得着越多，你在那个地方就长得越快。这个是神叫人生长的路，所以今天看你自己虽然长得很慢，但是你不要气馁，不要气馁，你又有你要看见这个是指数型的这个方式，所以你的后面会越来越快的。好，那第三个小点就是唯有神叫人生长，唯有神才能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没有他我们就无法长大。这个是当然了，那神加到我们里面，就是他使我们生长，这个家就是生长，生长就是家，神使我们生长，事实上乃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这个我们刚才就说过，他是不但赐我们生命，也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第四个点，我们一起念一下，基基督督身体的身长体的。大。大就就是是基基督督身体的身体建的造，建造。长大就是建造，建造就是长大啊。我们刚才借着这个神的根蒂，神的建筑，我们已经说过了。以弗所4:12-16，在新约里占有特别的地位，因为这段经文显示建造基督身体的奥秘。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节，这个从12到16，你看见？第11节是讲到，主所赐下来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牧人、教师。这些人呢，为的是要成全圣徒，目的呢是为了执事的工作，然后呢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成全圣徒、执事工作、建造基督身体是都是一回事儿啊，那就是这个三个不同的发表而已。那么到这个13节，我们看见，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啊，是有三个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完全认识上的一。我们刚才说过，这个认识基督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完全认识，完全认识什么意思呢？完全认识就是说，你必须从客观的进到主观的啊，不但是有客观的认识，并且有主观的经历，这个就是完全认识。这个完全认识需要达到一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达到一个最高境界啊。那第二个就是要达到长成的人，长成的人是什么呢？长成人就是不是小孩子啊，就是能够就在这个4:14就说，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这就是长成的人啊，为波浪飘来飘去，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撒旦在这边就是借着这些世界上的潮流把我们这个飘来飘去啊，才有很多的教训之风。今天说这个对，明天说那个对，像我刚来这个美国的时候，这个道德标准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各种浪潮这个又打来就是使我们无所适从啊，这个就是这个教训之风啊，今天说这样子好，明天说那样子好就是被教训之风所摇荡。那个，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西门，西门这个撒旦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得着你们这个飘荡摇荡就是为了筛我们。这个是撒旦所做的这个撒旦所做的是借着人的欺骗手法。”这些人的欺骗手法，事实上就是源自于那个撒旦，因为撒旦是说谎人的父，所以他有很多的欺骗手法。这个人的被撒旦得罪以后，就有这些很多的欺骗方法就是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掳去他的这些欺骗手法，就是宗教、文化、政治经济这些。不同的议题这是欺骗手法，才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所有世界上的系统，
不管是政治经济，都是一种错谬系统啊。这个错谬的系统呢，就会把我们掳去。我们天天注意这些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在基督身上，所以这是诡诈作为啊。今天你以为你在为这个世界上关心世界啊，做一些好事，事实上你已经被掳去了，这是诡诈作为啊。所以我们要在什么爱里面持守的真实。啊，这个真实是什么？真实就对应的就是教训啊，这些嚼嚷之风啊，教训之风。所以真实就是一个实际啊。有些这个圣经把这个唯在爱里持有真实翻译成在爱里面讲诚实话啊，这个意境实在太低了啊。在爱里面持守真实，事实上意义就是说我们要在爱里面持守着基督这唯一的实际啊，持守着召会这个实际啊，宇宙中所有的实际都只有基督跟召会而已啊，其他都不是实际啊。那如果我们真能够持守这个实际的话，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啊，这就是一个长的这个步骤。这边讲到本于他，我们刚刚念过。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解，并借着每一度量一起而有功用。这个丰富的供应的解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使徒啊、圣言者啊。那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功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圣徒，每个圣徒其实他都有功用的啊，他都一起基督在他里面的度量而有这些功用。所以我们在召会生活里面。是借着丰富供应的节，借着每一个圣徒啊，使我们能够得着供应。你当然可以从主这个元首直接得到供应了，但是这个丰富供应的节和这个每一部分啊，都是一种供应的管道啊。你必须在召会生活里面才能够享受这些管道，那就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啊。你越这个。比如说供应就越联络越结合啊，这刚才也说过，长成在主里的身体要这个全房连接在一起，所以联络结合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交通了。我们需要有正确的交通，才能够联络结合在一起啊，并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长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我们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啊，就是借着神的生长而长大。好，基督圣洁长大，就是基督在召会里面的加增，结果叫基督身体把自己建造起来。啊，当基督进到圣徒里面，活在他们里面，圣徒里面的基督就成为召会。所以召会是什么呢？召会就是全部圣徒里面的基督合在一起，就称之为召会。你这个不属于。这个基督的那一部分，我们还没有变化那一部分，那是不属于召会的啊。这个召会的定义就是完全圣洁，所以召会是没有瑕疵的，没有斑点是没有皱纹的啊。主看我们就是这样，因为召会的定义就是基督啊。那么基督的身体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而长大，也就得着建造啊。那我们里面神的增加就是我们。使我们长大。那这个长大，我们团体的长大，就是我们借着个人的长大而长大。啊，所以个人的长大加在一起就是团体的长大，这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乃是基督里面神的爱，才让我们里面基督的爱。借着这爱，我们爱基督和他身体上同做肢体。所以。这个爱是很重要的啊，那爱是什么呢？爱就是神，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这边讲到很多这个神就是爱啊，那个，所以我们就应该呢，是怎么样彼此相爱？因为这个爱是出于神的啊，凡是爱弟兄的，都是长成神的，并且认识神啊。好，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们与这个神的爱隔绝。啊，这个爱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啊，爱是神内在本质。当我们享受，当我们进到神这个内在本质里，我们就享受是爱的神，并且在这甜美的神圣之爱里面，
享受他同在，而像基督一样爱别人。然后这边引用的经节是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啊，这个爱，如果你查希腊文的话，它是 agape，就是神圣的爱。啊，做丈夫的会不会爱自己的妻子啊？啊，我们总觉得妻子啰嗦的，很讨厌的，常常唠唠叨叨的。但是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这个爱啊，你如果查希腊文也是 agape 啊，这个爱也是 agape，就是神圣的爱。所以，我们爱我们妻子啊，是在神圣的爱里面才能够爱妻子啊，那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啊。B，我们在这样的爱里面持守真实，就是持守基督同他身体，不受教训之风的影响，也不带进异于身体的元素啊。这个持守的真实啊，就持守的基督啊，就是持守的基督同他的身体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不但是元首，并且同他的身体，我们就能够不被教训之风影响。Amen。啊，我就交通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有两位弟兄啊，给我们一些回馈的话。Amen。Amen，感谢主。那我是这一周呢，我是讲到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以神的增长而长大。我是很摸着就是说这个我们这里讲到这个，我们不只是要认识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且要让我们有更多的来经历这样的包罗万有的基督啊，然后呢，也在他这里面来长，来扩大我们对基督的享受，然后呢，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长大啊。Amen。 那感谢主，今天弟兄姊妹都在这边来一同来享受这样的一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哈。那 Amen。那这一篇呢，就讲到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有两个经节，那前面他第一个经节呢，就讲到说，他是教会身体的头，Amen。那另外在2章19节也讲到，持定元首本于他。啊，那我是很摸着，就是说在这里呢，我们就讲到说，我们是要这个以持这个持定这个元首啊，要这个是他，因为呢，他是我们基督教会身体的头啊。那什么是持定元首呢？这里有讲到说我们要。持定元首就是要遵从他啊，来敬畏他，高举他啊，让他在我们里面居首位啊，是第一位啊。那更重要的呢，是要让我们来享受他Amen。，Amen。所以，当我们来享受他的时候，哦，我们来就会能够这样在这样的一个就能够来享受这样，就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从头来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长大，让他在我们里面长大。那这就好比像那个植物啊，说要我们植物要长大，在上面长大，它最主要就是要有那个扎根，那在根在土里面来吸收这个养分。所以那个基督就是我们的土壤，那我们需要扎根在他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长大哈。那常常我觉得我自己在不论是在话语上面啊，或者是有时候在传福音上面，会觉得说啊，好像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那我就觉得真的好像是就是自己的经历不够多哈，那对主的经历不够多，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扎根在基督的里面啊，那让我们对主的经历有更深的经历。那也希望之后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啊，在这一篇讯息弟兄也提到，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哈，然后也对主有一些祷告，有一些敞开，说主啊，我们真的是对你这样的一个享受不够哈，那我们需要我们愿意在他里得着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供应，更多的像主这样的一个包罗万有的基督敞开，让他能够更多的丰丰富富的加在我们里面，那让这样的经历哈，就不能够得着更多的基督，好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长大，那也建造基督这身体。阿门。Amen。 Amen。 我继续弟兄的回忆的话哈，
这种信息说到两组词，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以及己身的增长而长大。这两种词在我们中间都很熟悉哈。关于包罗万有基督，这是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对这位包罗万有基督的经历享受有多少呢？我看现在有44页哈，你们在这里不是在我在这里不是在看我，专注在我身上。你们应该专注我所讲的基督身上哈，我们只看见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哈。Amen。这周信息中题目中有"认识"这个词哈，这个"认识"指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经历中的认识，既经历它、享受它、有份于它、分享它，就是在真实中，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也是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可以以诗为例哈。首先，我买了几样东西，付了钱，然后我们加以烹煮。你吃了烹煮的食物之后呢，你就会认识你所买来的食物。照样呢，我们需要借着每次一点点经历这位基督来认识这个基督哈。在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4节说："使我认识基督哈。"我再说，腓立比书3章4节说："使我认识基督"，就是保罗来讲呢，他不是不认识基督，他非常认识基督，但他乃需要更多的认识基督。就我们来讲呢，我们认识基督，不错，我们一面是我已经认识基督，但另一面我们仍然需要充分的认识他。我们需要像保罗那样渴望更多认识这位基督。也就是说呢。仅仅听见信息、看见启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来赢得基督。哈，付出代价路是什么呢？就是哥林西书2章6节说的：“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就是主耶稣。这个解的这节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接受基督。”哈。我们这边都是相信主耶稣的，也接受基督一般人，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接受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接受。接受基督可以比作呼吸，呼吸可以是个刺激的过程，但是接受基督也该是一个刺激不断的过程哈。可惜的是呢，许多基督徒只接受初步接受基督，而没有继续的接受他。在我们中间就有许多许多这样的例子哈，他们在过去的某一时段接受了基督，但是他们没有一直在接受基督，他们就停在那里了哈。反之的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接受它，这个接受就要继续不断接受它，这个我们需要付出代价。为此呢，我们在我们生活中要付出我们该付出的代价，持续不断接受它。哥罗西书2章7节又说到。在它里面已经生根并被建造，我们就像那个小植物一样，基督就是这个土，我们的土壤，我们已经在这个基督这个土壤里了哈，在它里就生根了，吸收它的一切的丰富作为营养，成为我们的元素和本质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借着建造哈，记住哈，我们要记住，土壤不是我们的心思、情感、意识。乃是住在我们灵里的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经过过程的基督哈，生根是以生命，是为了生命长大，这已经是已经完成的事哈。被建造是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是正在进行时哈。要记住是这个词啊，土壤、生根、被建造这3件事都在基督里哈。对于包罗万有基督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而一种的生活的意识，这生活不再是我的生活，而是基督在我里面的生活。天天与主有交通，敞开我们自己的来吸收它，享受它，让它在我们里面充满运行，并将它占有我们的自己的生活。哈，过教会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领悟是在接受基督的生活。我们是以我们消化的方式接受基督，我们必须吃基督并消化它。接受基督也是我们的生活，
让他在我们里面真的而有长大的生活哈。我们所这些的这些事情，就是把基督接受进来，以长大的方式来接受他。我们交通完了，谢谢。Amen. Amen. 好，那我们有一些祷告。Amen.